各位棋友，大家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带来杨冠林对局精选。本局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国象棋研究会个人赛的精彩对局，由杨冠林指红先走。那么对阵的后手方呢是李志海，那红方选择了当头炮，黑方呢就是屏风马。红方接走马进塞，那黑方呢开出左车，红方车平二，黑方呢就是抢七卒呢去定型。那红方这里呢就没有着急呢去争抢这个七兵的马前卒，实战呢走的就比较积极，选择的是一个直接进车过河。黑方呢继续呢正常跳马，那么正常在这里呢红方大多呢会选择把七兵呢给抢起来，争一个呢马前卒的制高点。但本局红方走的呢异常积极，直接呢就是冲中兵。对此的话，黑方呢就是稳阵的把这个士呢给补了起来，红方接走呢是马八进车，黑方接下来呢再抢一个三卒，那红方接走呢就是左车横起，黑方选择呢是一个进炮呢去赶车，把这车赶回来以后呢再去呢补起右下，就说把阵型呢走得非常的厚实。那么红方接下来自然的是车九平六呢抢先的去占线，黑方呢就是左炮巡河，红方呢再去拱这个三壁。黑方实战呢他选择了这个炮啊平三，那么这招棋虽然不能说它是一个坏棋或者是呢软手，但是感觉这招棋呢和这招棋的搭配呢就是不够连贯。如果说你要走这招棋的话，那么刚刚这个炮呢就没有必要呢先抬起来，直接呢就可以呢炮啊平三就可以了，将来呢就是视情况的去亮自己的右车。那么这里的话应该说走了这一个左炮巡河，红方拱兵以后呢就不应该再去走这个炮了，应该直接呢去对调，对调以后呢再平炮的挡住，这个局呢也亮出来，应该说黑方阵型呢会更加的舒服。那么现在你走这个炮啊平三的话就有点呢过于迂回的感觉，或者是呢思想呢有些跳跃，红方自然呢是直接拱掉，那么把你高象吊起来以后呢再选择了进炮攻马。那么这里呢在之前打谱的时候呢感觉呢这招棋或许呢不太好，因为黑方这中象呢本来呢他就是想着要连的，那么你进炮的话就有点的帮助黑方行棋的一个意思了，将来黑方这里亮车呢你这个炮呢或许呢还得再躲一步。但是杨老的棋呢确实走的也是比较博大精深，这招棋的话它就非常具有呢战略的一个眼光，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按照呢我们刚刚这个常规的战术呢去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具体这招棋有什么好的一个眼见的一个战略眼光，我们就来待会呢再给大家去介绍，会更加的直观。这里呢我们先来看实战，黑方选择呢把象连起来，那么红方马三进四，那黑方呢就是车平二，那红方这里呢他就不去躲炮了，直接炮五平三的攻马。这招棋走的呢非常的及时和到位，如果说没有这招棋的话，估计刚刚呢就不太会去选择进炮了。那么红方也是由此开始呢是占优的，那么首先黑方这里肯定的是不敢去对的，否则对完以后的话，那么这一个对完以后你这个炮的话就被红方车马呢抢着，你还得调整，你调整的话他再把你这匹马呢给对完，那么对完以后这个马四进五呢还是一个先手，红方立刻呢就非常占优了，而且你这里呢还是一个无根车炮呢被红方呢有拖住的一个危险，将来呢也是呢不好呢去进行一个调整的。那所以说实战呢黑方在无奈之下呢他就把这个炮呢给躲开了，就说先去处理呢八路线上的问题，那红方肯定呢会去对掉，因为对完以后你这炮呢就走入了一个死象的一个位置，将来就有机会呢去谋掉。那对完以后红方接下来这个炮呢肯定也不去躲，直接呢平车呢去起到了封车的一个效果，黑方接走呢是卒五进一，那么黑方这招棋应该说就不太好了，或许卒三进一呢是一步可以抗衡的招法，利用了红方这七路线的一个问题呢去反击。那么黑方这个冲卒的话应该说效果不是很明显，不过现在呢就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看到红方刚刚进炮的话把黑方象吊起来以后，你这象呢就是说你就反而起到卡住呢自己呢就是
这个鞭炮的一个目的，那么就为红方的谋子创造了一个条件。那么接下来呢，选择直接拱B，但这招棋呢，感觉呢也有些着急，细腻一点的应该是先进马呢，现炮会比较好。那么黑方这个中卒过河呢，就是一个先手。那么这个先手走向以后呢，其实还是可以走这个拱三卒呢去反击的，但是黑方终于呢还是错过了，他去选择了架中炮。那红方直接一垫，黑方呢选择躲开，红方的进马强对，黑方肯定的是不愿意对的，因为对完以后，我们可以呢明显的看到，黑方的右翼呢，也就是这个右车呢被红方呢给封住。那么现在的话，应该说红方子力如果说对完以后的话，就会呢有更多的大子呢可以呢谋动，因为你这鞭炮呢还要丢，那么黑方的阵型呢势必呢就会更加的受制，更加的困难。所以说实战呢，他这个卒呢再回来呢扣马，那么红方退马以后呢，他又躲开，那待你进马的时候呢，他又扣你这马，你这马还得呢再撤，黑方呢再把这卒呢躲开。那么按照现在的棋规来说的话，这种循环呢，黑方这个躲卒呢是一个代价，那么你扣卒呢又是哪一个一抓，所以说黑方呢是要变招的，因为红方这个兵呢是不在计算的一个范围之内的。所以说黑方这里呢按照现在来说是要变招的，但是当时的棋规呢确实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红方呢这里呢他为了求战就选择把这个空头呢给弃给黑方了。这招棋把握的应该说也比较精准，就是呢有惊无险，黑方马八进六以后呢，红方呢再简明得子，黑方呢就是继续呢冲卒，红方接走呢就是马进三。那么接下来这个车八平四的话，应该说抓马的棋呢就非常厉害了，所以说黑方只好呢提前应招，选择呢就是四五进六。那么红方接走呢就是进车的抓炮，黑方呢继续冲卒，红方退马边锤以后呢再车二平四，准备呢再把这个马呢给弃了，放手一搏。毕竟呢已经丢子，如果说持久战耗下去的话，红方肯定的后劲比较足，所以实战呢选择这一个弃马呢再去呢进行抢攻的话，应该说呢也是呢放手一搏的无奈之举。那红方呢就接受了黑方的这一个挑战，那么你进去过河的话，我就斩马。那么红方斩马以后的话，就看黑方的表演了。目前黑方呢已经丢了两个大子，如果说走不出呢有效的攻势的话，那么反过来红方肯定呢是可以后发制人的。黑方接走呢是一个将五平四，黑方出将应该说就是比较呢松弛了，比较强呢还是应该直接进卒呢会比较好一些。但就算是黑方进卒的话，应该说红方还是呢可以这个炮撤回来，也是呢可以守得住的。只不过说黑方呢可能看上去呢能够呢直接发起攻势呢会更加的有机会。那么黑方出将的话，那么下手这个卒四平五呢就相当厉害了，所以说红方呢就是赶紧的退炮的防守。那么黑方这个立中卒的棋呢就没有效果了，所以说继续呢就选择冲下来。那么红方这一个底炮的话，应该说就有一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直接呢就是把黑方的攻势呢就活生生的给抑制住了。那么接下来自然呢就是调动了前方的子力呢着手反击，接走呢退车斜炮。那黑方呢也知道躲，如果说你急于立中车的话，就算你能够展示，那么你这车还是得退，将来他直接的内线的一将把你这卒砍掉的话，你就彻底失去了攻势了，所以说只好呢躲炮。那么你躲的话，红方呢也不理你，直接呢就是车七平九，将来呢准备透你这个马，那你这马肯定的不能丢，因为你一丢的话，你这个车炮卒的攻势呢发动不了，所以说你这里的话等于呢也是一个失败，因此呢只好呢强行的去盘马。那么红方直接呢去点了两将，那么点完两将以后呢再进炮的夹击，那黑方呢推将，红方这里呢就是左翼呢再将，然后进马呢先手破势，然后再退车点将以后呢再把这个马呢撤回，黑方呢就选择了飞这个边将，红马呢就是再进呢就是边锤的要杀。应该说红方这一段这个车马炮的配合攻势呢也是把黑方逼得够呛，那么魔术这一个混世魔王的攻击，那么手段确实呢是非常的犀利，有一股呢势不可挡的感觉。那么黑方这里呢前方的攻势呢应该说又比较受制，所以说
到现在为止的话，黑方呢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败势了。黑方接下来呢就是通过抽将的方式呢，试图呢进行解围。那么这里解围以后呢，你还不能斩炮，否则底线呢可以透车。说说实战呢，他就把这老将呢给躲开。那么红方接下来这一个就是呢兵一平啊的，应该说就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妙招了。这招棋呢应该说是继布局呢这里进炮以后呢，又是一个呢非常绝佳的一个妙手，直接呢螳臂挡车，但是呢还是呢把你这车呢给挡住了，一下呢就让黑方这车呢没有办法呢去回防。那么黑方无奈之下，只好呢通过照将的方式呢去进行个脱身，然后呢再挥炮呢去照将。红方回势以后呢继续呢再将，那红方肯定躲，你再回来将的话，我又呢强行开势，那么黑方肯定呢不能长将，所以说实战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退炮的变招。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红方的表演的时间，红方呢直接呢就是进马的照将，然后呢再退马呢把你逼下去之后呢，接着进去把你这炮呢吸住，吸住以后的话，他也不直接呢去打你这炮，直接呢先进马呢跳将以后呢，再把你这个炮呢给打掉。那么这样的话，黑方呢就是连丢两子之后呢，但是呢又没有走出那一个杀势的棋。那么现在呢被红方呢就是把你这个二炮给去掉以后，因为你这个炮呢是黑方赖以呢去发起攻势的一个强子，那么这个子被去掉以后的话，明显的黑方呢就难以呢再去组织攻势了。所以说走到这里的话，毕竟呢物质力量呢比较悬殊，实战呢就选择了一个投子认负。那么本局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